这几天从三月初哈，余姚汉开以来，赵伟选举以后，大家都知道，资金条例是一个大，监督条例是立完两大重大法案，所以朝野在这个地方都有功劳。那我们只是一直讲很清楚，照议事规则来就好了。从三月初开始的时候，国民为了抢夺台法案主导权，然后朝野选完以后，三月三号，黄昭顺就骗我们的朝野说，让他先来排，要出国，他要出国先来排，他先排什么？就排副委长报告案，结果他马上排资金条例，可当初我们就把他挡下来，说这个根本你用诈术嘛，说不让他开会。那经过协调以后，我们认为资金条例是这么重要，而且坦白讲，这里面充满着对台湾的产业充满了很多挑战和危机，完全是不可行的。尤其是这里面，可以举个例子吗？已经把，比如说农产品不能进来，那它在资金里面，现在还是一样嘛。中国农产品的原料可以进来，在这里加工以后贴 MIT， 然后出口，也可以转内销。那这个是最敏感，当时像农产品根本不能进来的，那这台湾农业就结束了嘛，就很清楚。所以这里有所谓的后贸申请，他已经把这个东西先夹在里面了，所以很清楚。现在所谓的特区的问题，自由贸易是要从全国各国谈的，他现在整个特区是来让中资能够进来，中国企业能够进来，而且连两岸人关系条例的规范，他已经修改，让中资可以在到这资金进来。那这个就是还是一样在做贸后贸的，对吧？这是怎么安排在这里？所以这一点大家是应该很清楚，就是还是充满了经济统合跟政治统合的问题。台湾今天已经走到加工出口区的时代，好，台湾今天看自由度已经很高了。那至于未来要 TPP 等等，是要进行谈判的。那你设置一个是完全把做一个经济城市，把连接到大陆中国去，那就很危险，因为不可行。那请问，你有没有可能一国两制？它里面还有经济的问题，还有里面要做国际医疗美容问题，都是为了让大陆人士来嘛。那然后这个国家有可能一国两制嘛？就在法律的体系里面才有这些优惠。才有租税优惠，才有特别条款，还有特权，但是国家就倒了，那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今天有一国两制的存在，然后一个国家有两个制度，所以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要求他三月初的时候要求他停下来要开公听会，结果开了五场公听会，那五场公听会所有学者专家都进来谈了，当时觉得这个有问题。广东你不得不再修改所有的条文。是想，假如没有去开这个公听会，民进党没有这样的主张的话，这个条文是照他原来条文送进来的。这改所有的条文，所有的条文的时候，刚才有一张照相，有人就是说，照道理，过去一个立法院国会自主要特别尊重，行政你送来立法院的法案。只要您认为觉得不妥，而且改数条，而且经过院长核可，这个也应该是怎么样？把旧案抄回去，重新送进来，新案进来，你修改新案进来，这个国会的尊重嘛。然后再重新复委，再来审查，他也不要，那不要，我们可以当没有关系。那这个是十五条文，当做你国民党到时候提对案。那至少你这为什么说这个十五条文，你要总来做报告吧？哎，他也不报告，所以我们又把它挡起来。挡起来朝野四月三十号，刚才那张朝野主张，这张朝野主张就是说，啊，你总中民的做过报告。四月三十号继续开会，下午的时候把它挡起来。民进党重新撤回我们礼拜一提案，那时候我们也把提案，然后就只要叫管主委上来报告说明书的条文，的进行修正意志，这是。
这个都是我，这是我的字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不做程序问题，程序化人会有询问的问题、权益问题，我们就不干扰你。嗯。然后你好好报告，化人好，而后进入前审的中华案的章明第一条开始逐级审查，这是四月三十号是做上协调的。或、他今天用哪这个四月三十号是当时为了让他上台报告报告，所以说我们。再度妥协没有关系，只要法院能够好好审了、啊。嗯，国民党连这个人来啊，刚才又拿一个大看板说，我们同意不做程序化，这是针对当天下午的事情，然后是对管主委能够上台报告。嗯 ，OK， 那这样子我们就同意一条一条来，一条来的时候他就不让你讲话了，说然后一个人只能换一次，嗯，然后一个人讲这个三分钟。那这个法案怎么审？因为我这个二十几年来，包括到今天为止，议事规则委员会审法案本来就是可以多次发言，不做时间限制。嗯嗯。今天黄道士隐隐要说，一个人只能讲一次，每次三分钟。嗯。这么大的，我们民进党是为了这件条件已经准备了半年，我们有对岸，有对岸，好、嗯哦，每个版本都有。连小文都有对来，有那个完整的民进党版本。有啊，当然有，那哪里？好，谢谢。已经搞了半年了，就是我们在中常会里面请陈仲基教授请很多，包括像林湘凯，很多人都来做报告。中常一起也会来讨论过，所以找我们智库，请智库啊独立小组，找独立小组的人，啊。把整个研究好做一个对案，就是说我们认为哪里不行的就把它改掉。嗯，我一直讲说这一场是要展现是文作不是武作，展现立法院问政能力的时候。嗯嗯，那国民党根本连讲都不会讲啊，所以他每次都不来啊。那他看我们每一条讲讲凸显他的无能嘛，说他根本就不让你讲。那立法院审查法案绝对没有这回事情、啊。我曾经为了龙华条例，党龙华条例那时候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，我一个人讲一天，讲一天就是连章明都没通过。为了制裁权的问题，我和苏三是两个人也是为了两个人啊、有关于自由行、环境行的问题，那时候我们在野，也是在这个会议场啊，是经济委员会，我们两个人讲一天。立法院本来就是一个论证的地方，现在不是只有打架而已、啊。你国民党现在逻辑就是说，他硬不让你审，硬要框住你，硬让你说不能做所有程序化等等都不行。然后你一个条文就讲，一个人讲一次。然后呢，然后只有三分钟。但是有没有看到第一天开始审的时候，我上台，张明我一个人讲20分钟，他受不了了。哇，这个逻辑都不对，这整个这一条就产生伤害。我一上台一个人上台讲20分钟，刚开始他就限制你，不让你讲话。今天所有根本就是在这里，所以只要照议事规则来就好了。议事规则31条本来就审查法案都没有限制的限制，啊，法案也没有时间限制。你不能黄章胜一个人，啊，效法张庭忠，赶快把这个处委员会。然后他们在宴会来表决他们，他以为这样他就会过，那只是缘木求鱼。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照议事规则来，能够一个人发言几次，本来就没有限制。也许我转主委回答我无名内的时候，我都要听不对，我会再上台去主委，再询问主委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啊，立完成法案来委员会不是这样吗？为什么直升机条又变成说不能讲？所以今天的原点就是国民党的问题，只要照议事规则来，什么事情都没有，我们会一条条好好审。跟我们在野的时候，曾经为了专业法的问题，专业法美国要求我们专业法要有自由行，就是说他英特尔只要认为联电或台积电，你有要跟你做商业竞争，你可能没有签过他的专利，就裁你，但他就随便告你。告你的时候，然后你负责人都那么不很冷，就要告退出呀，就是真的人生的自由，都是自由行。美国全世界最专利法只有华天行，也就是说，我个人打官司。
我说认为你有侵害我的利益，我可以扣押，还有反动法，他到这改官司，这是张玉华是这样的，但他对台湾特别严，就是要扼杀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。就我 IBM、Intel 这大厂，看你台湾在研发什么，然后就随便告你一个，然后叫警察先搜索，然后你可以被羁押。当然我们干嘛？当然就是说，陶立人常常讲的一句话，只要张玉华照这样修的话，未来台湾很多对产业龙头全部抓在手中去。台湾的高科技结束，哪有今天的电子、台积电呢？所以为了这个东西，我和苏万志跟这个东西讲了一天，这个是不合理的。所以后来只照我们就华电系，就只有钱。后来多久把它通过？我这个后来将近有点不太记得。我想前后将近，陶立成当年台湾台积电另外游说，将近一年。一年。那美国人用所谓的三零一的定义。这个三零一根本不是三零一规范的范围。因为你的法制面试只有罚金，你现在照我们要把它抓的被收押，后来调整到只有罚金期，没有期有期。只要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坚持的话，台湾今天高的诚意哪来台积电呢？好，这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。陶立成为了这个事情，南京南京还有税，所以他因为我是在新竹，这科技厂我很清楚。那今天我们要了解就是说，当初就是美国人假用三零一，后来我们他定的机体定的科技保护法 ，IC 那个契合雷奥的保护法，定的营业秘密法，啊，做减法，当然是符合这个国际法规是啥的，但是美国往往就是用这个来压迫他们，里面夹杂很多商业行为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立法是非常重要。今天回头过来讲。这个资金条例是台湾现在所需要的吗？啊，你只要商业看一下条例的话，根本不可行。不管它都可以从先进，包括农产品可以进口，包括货贸已经都放在里面，货贸都放在里面，同时开放，同时所有在两岸人民关系里面，中国所不可以进的，全部他所谓的特区里面可以开放。全世界的经济是公平竞争。自由贸易是公平竞争，你现在用特权的，他不一开始还可以引进，是不是引进坏了，还可以让这个安全公司偷货，他一定要领先者，才有特区的重要嘛。那今天这些讲，假如说都不可行的时候，整个台湾还需要什么特区的特别法？这是一个旧时观念。第六九三年，我们立法院的时候，连战提出亚太营运中心，里面就是要搞特区，连那个时期都搞不成，用特区特别法，然后要换啊什么，比如说有便宜中心、电信中心啊，有航空中心自己发明的这种中心。就是用特区的观念，但是政府的行政是这样，应该是顶流的行政，啊，要松绑华裔就好了，不是跨省互利的区域。但这个是自由经济的概念，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松绑，要说这个皇帝要心里要松绑。你今天走回30年，都是蒋经国时代交换自由经济的观念。走了以前蒋经国是普通的观念，更不可行了。对，其实这些就有点像之前的香港。对啊，现在是怎么说？台湾自由化程度是前期也不是很差的，但是我们现在不管跟 WTO 跟双边谈判、多边谈判，乃至于未来有可能的 CPP 都是有谈判的。你现在是发个推荐给中国、给大陆，那是对台湾就完蛋了嘛？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坚持要每一条都把它讲？你要讲的让大家听得懂，让大家知道民进党不是你国民党一直污蔑说我们站主义台，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有意义的。为什么上礼拜二我们要站主义台？因为你那么写，那这个书啊，你要去修法的简办法把罢免门槛提高。我们都知道代议政治失灵，代议政治为了失灵，就是国民党选多数跟国会都是高议员，立法院从来没有政权一样，立法院就是永远少数执政，我是总到最苦。只要你让民进党选过半的话，代议政治会失灵，全部站在民进党，连党产都买清一下。
这次单一政治势力是国民党只接受马英不接受民进，这是革命运动里面讲单一政治势力，事实上就是你把国民党选把人立委，然后民党过半的时候啊，怎么单一政治势力？那现在这个时候他要把它提高半门槛，那就不行了，我们要办掉，他要提高半门槛，那这个东西老是国民党民意对立，其实现在罢免都很难的，看罢免怎么样。也是双门岗，跟公投一样，要投票人数一半出来，要二分之一通过，这是和两岸公投，现在本身就很困难，而且连署了一个月，而且不能募款，现在已经差不多是不能罢免的这个法了，他在提高门槛，所以选举不能罢免，对不对？所以可以看出来，国民党这个逻辑思考永远就是很容易的。又如何在围堵？他今天就是搞这样，他听了结果，他说我们要在计算里面，在都是说我们干扰会议，啊，落让会议开。事实上讲坦白，是你在干扰会议还是我们干扰会议？我们只有一个重点，请按游戏规则来说，啊，就按照议事规则来开会。那我们一直讲书里面就算了，你们谁敢敢进来开会？没有一个敢进来开会，你从头到尾你也看到，不能都不进来开会啊，因为他不能不论，他不敢论述，他也不会论述，就这样。所以也希望大家把眼睛张开，一定要了。像民进党，即便有重返执政的机会，国会没有过半的时候，还是维持这种难易对立，所以未来国会过半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代议政治怎么就总是不会失灵了，全部照民意来了。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哦，就是刚才那个主席那个总召这边有提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国民党常常以党意凌驾民意，然后用多数暴力来，对，这是国会长期文化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如果说未来现在国民党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会用党纪来绑架党员的投票意志，那未来民进党会不会考虑就是不要用党纪来限制人民的投票啊，限制党员的投票意志？我跟你讲，好，第一个，总统不能兼党主席啊，总统不能兼党，总统不能兼党主席，这很重要一个制度设计。你总统兼党主席的时候，你总统是他为了他连任嘛，他一个人只要完全他在民进党这边的时候，他掌握国民党的所有人权限，他逼大家跟他用党纪来处理嘛，所以不管民进党执政，国民党执政，一定要把总统兼党主席这个拿掉。总统不能兼党主席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党纪处分只是你在背离民意的时候才处分你，你顺从民意怎么处分你？这个要把分清楚。只要民意都是赞成，反正很不好，你民党的党团成员肯定赞成很不好，当然会对你党纪处分嘛。这是要民意不是党意来做一个分界点。假如是用民意来做分界点的话，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处分。可是这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怎么能确定处分的那个条件，就确定是民意还是党意？现在社会资讯都是那么东西，也有民调，也有差不多整个社会。只要一个真正人物的时候，还不是不能分清楚，分清楚什么叫民意。他是真正人物，还你不应该选他了，这是很基本的 A B 政治 A B C 的，对吧？这第一个就是说，总统不能兼党主席，然后你违反民意的动作，当然党主席可以处分，会给你纠正。只要站在民意的部分，当然都没有事吧。所以这是学生运动以后所啊谈的，突然间好大一阵子事情，你让民进党选过半的时候，哪能是连党产都买清掉，这生意全部给你处理，好吧？因为长期一个政党的核心价值当然有。那我这边有个疑问，就是未来民进党如果说决定要用党纪处分的时候，他所规的这个民意是怎么得出来的？可不可以公开透明让大家知道？这是我们自己有一个规则。就是说，我们党要组织个审议，自己处理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就是说，我们有控制，如果能够把这个事情，对，我们就当然有党员自主嘛，党员有自己处理办法嘛。那这里面有什么是警告、严重警告、情节等等，大家的党团大家讨论，知道情节清楚，这个是国会可以自主的。又不是说万一说你就这样，因为这属于我们党团自己的事情。这些真的能大家要身经百战的，要知道怎么思维取向，要做好不好？
那我这边想再问一个，就是请问你觉得国会无双，或者是我们国会无双、卧草国会无双这样子来现场的时候状况，你觉得？我觉得很好，怎么能够混进来？我真的很奇怪，我不知道现在可以这样啊。我们是用公民记者的身份进来。这个低调也知道他被国民党花钱干事情，然后这个国民党也知道这件事情，对他们过来说我们对啊，内容还要再加强，最好是这样，当然最好啊。那这个是一大突破啊，但是就低调一点，不要让国民党觉得发现你对他不利他的话，然后外感去。